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中壁543直播平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壁543直播平台的第119次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主要是延续中兴会堂的故事第13集。那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来谈到，江津主席周志柔。那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说，已经跟大家提到江津主席周志柔。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江津主席周志柔的第五集。那我们要谈到李义仲，台湾省党部。当时呢，在上一次的分享里头，我们提到来迁台之后呢，国民党的一些派系的大致的状况。那为了要让这个中央行政建设更完善啊，所以呢，他当时跟他搭配的是这个台湾省的省党部啊，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叫李义仲，他找到李义仲的弟弟啊，叫李义仲，李继忠啊，李继忠啊，来担任这个宿迁委员会的执行长啊，宿迁委员会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来谈李义仲啊。那台湾省党部呢，其实并不是在台湾光复之后才成立。那台湾省党部的第一任主任委员呢，第一任的主任委员呢是翁俊明啊，翁俊明。那翁俊明呢，他是在台湾台南人，所以他是台湾台南人。然后呢，他是同盟会的会员，同盟会的会员，他也是第一任的这个台湾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当时是在民国29年，也就是从1940年开始。那1940年到1943年，在1943年的这个11月18号，翁俊明呢，他在一个酒店里头喝酒。那喝酒之后呢，在漳州去世啊，有人说他被毒杀啊。当时的台湾省党部呢是在福建省的漳州，台湾省党部福建省的漳州。那翁俊明因为他是同盟会时代就是来参加同盟会，那之后呢，他曾经呢去毒杀过在袁世凯，但是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那他是留学日本啊，留学日本，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那所以因为他是台湾台南人，所以呢，在1929年呢，在福建的漳州就成立了台湾省党部。那他担任了第一任的台湾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那在1943年11月18号那天晚上呢，他在酒店喝酒，喝酒之后呢，当晚就去世了。那有人说是他是饮酒中毒啊，饮酒中毒。那也有一说他被人家毒杀。那这个翁俊明去世以后呢，省党部就由第二任的主任委员叫林宗来接任主任委员。那林宗呢，他也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这个在那边读书。那他也是呢，他是台湾南投人，所以省党部的主委第二任的省党部主委呢是台湾南投人，他的名字叫林宗。他也是在福建的漳州时代。他的担任主任委员是从1943年到1945年。那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啊，台湾光复以后呢，那李义仲呢就接任了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啊，就是台湾省党部的第三任的主任委员，第三任主任。他从1945年10月，一直到1947年10月，所以呢，在这个周志柔主席呢，他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时候呢，当时的省党部主任委员呢就是李义仲。那李义仲呢，他是广东梅县人，他其实是个客家人呢，客家人。那据说从小的时候呢，父亲就教他经史子集，所以这个人呢国学素养非常好。那后来呢，他到了广东中山大学念政治经济系啊，广东中山大学的政经系，在那里毕业。那在中山大学，因为当时是纪念孙中山所成立的学校嘛，所以他在广东的 中山大学呢就加入了国民党，那深受这个国民党的前辈器重。那在国民党派系里面呢，李义仲呢，他是属于西西派啊，西西派，因为他主要是党是这个团党部的这个部分，就隶属于陈立夫、陈果夫的组织部啊。那1927年他加入了中央党部来服务。那同时呢，他当时呢创办了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叫《众志周刊》啊，《众志成城》，像香港有个《众志》啊。那其实在当时呢，国民党在漳州呢就成立了一个《众志周刊》啊，《众志周刊》，这是那是广东，在广东。那1930年的时候呢，李义仲呢担任这个青岛特别市的这个市党部的委员啊，青岛这个山东省青岛的国民党的特别市党部的主委。
那后来呢，他又兼任组织部的部长，还有宣传部的部长，还有青岛的《民国日报》啊，青岛《民国日报》的社的社长。那1932年啊，当时在抗战时期的哈，他的调任汉口市，就是武汉三镇了，汉口市的特别市啊，汉口市特别市的党部委员。那同时呢，啊，他又兼任了这个兼任指导北平、天津、河北、北陵、平绥还有各党部的党务委员工作。哦，所以这个人在抗战时期呢，啊，在党部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活跃。那1933年的时候，他转任了江苏省政府的科长，啊，同时呢兼任了苏北剿匪啊剿匪审理处的处长，啊，所以他主要是审理了那些被认为是匪谍的，所以据说呢，他在这个江苏省政府当科长的期间呢，查获的匪谍案件有3000多件啊，3000多件，所以呢，他前后担任这个中央社的社长，中央社。社会部的总务处处长啊，主任秘书，还有中央党部的委员，那还担任过交通部的检任秘书，啊，中央组织工作部的这个秘书等等工作。那1945年呢，他就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第六届的中央执行委员，那没有多久他就被派任担任国民党的省党部主任委员，也是那后来担任这个第一届迁台之后，他其实是以台湾省党部的 来算的话，他其实是这个第三任。那我们这里头有一本书，各位可以看到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是台湾省党部一家子联史，那因为台湾省党部现在已经拆掉，在哪里？在台中北屯区啊，北屯区。他原来这本书呢是在陈根金担任台湾省党部主委的时候，当时省党部要裁撤嘛。所以他就编了这本书叫《台湾省党部一家子》。那 这时候大概是民国89年，那一家子从什么地方算呢？就从1929年，也就是1940年到民国八十九年，到民国八十九年，等于是到了2001年2002年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在这个省党部一家子里头，我们另外旁边有两张图，那一张图就是当时在漳州的台湾省党部，当时在漳州的省党部。那下面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动土仪式，动土仪式。因为省党部裁撤之后呢，这个国民党把省党部这块地呢拆掉了，拆掉之后卖给一个建设公司，卖给一个建设公司，所以这个建设公司就在这里盖了一栋 很漂亮的房子，所以省党部在民国89年以后呢，其实呢它已经不存在了。那它建筑物几年之后呢，建筑物它已经被国民党呢卖给了这个一个建商，卖给了建商。那这栋房子呢，据说并没有列入并没有列入我们这一次呢，蔡政府呢那个转型正义嘛，那这个党产清理，据说他并没有放进去，因为他这一栋房子已经移转给民间。那我们看在台湾省党部一家子的联史里面，在这里这个联史有一栋大楼，这栋大楼上面写三民主义万岁，三民主义万岁，这个是当时省党部的一个大楼。我曾经在省政府服务的时候去过好几次，去过省党部好几次，当时台湾省呢有一个田丹党部，就隶属于这个台湾省党部。那这栋建筑是3层楼的建筑，那其实现在我们只能凭着照片来评调，凭着照片来评调。所以呢，李义忠是迁台之后第一任的省党部的主任委员。1947年的四月，1947年七月呢，那李义忠呢担任这个台湾省政委员，也就是说在民国36年的时候呢，他曾经担任过省党部台湾省政府的委员，那也担任过台湾省政府的社会处处长啊，当时是魏道明先生来担任。魏道明跟陈诚的时代啊，担任这个台湾省省政委员兼社会处长，那后来呢又担任这个合作事业管理处的处长，所以李义忠呢他在台湾省政委服务过。那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呢，他当时呢担任台湾省党部的这个台湾省党部的主任委员，那据说呢他在当时呢负责写了二二八事件的一个处理办法。他写的这个办法说，他先向陈立夫报告，我刚刚讲说李义忠呢，这个李义忠他是西西派嘛，那西西派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陈立夫，他跟陈立夫报告呢，还有跟当时的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当时的副部长叫做余景田，那就跟他报告说台湾当时的动乱情势，所以陈立夫就觉得说这件事很重要，所以呢，陈立夫呢就协同了李义忠，还有协同了他的这个组织部副部长余景堂，
三个人呢就飞到南京去，飞到南京去。那向蒋中正呢来面报啊，二二八事件的变乱情形。那据说呢，哈，蒋呢在会见的过程当中，蒋曾经问这个李义忠说，对陈仪啊，哈，在主持台湾审政的有没有什么观感？有没有什么观感？问的观感如何？那据说李义忠跟他回答了，说台湾人呢，啊，非常讨厌呢陈仪，好像的，他说如爱陈仪，不如树为去也。说如果呢，主席呢，啊，如果是总统呢，爱护陈仪的话，啊，不如让他赶快离开台湾省政府吧。据说有这么一段话，就这么一段话，就蒋曾经问李义忠说，哎，这个陈仪呢，在台湾做的怎么样？啊，他在二二八事件处理怎么样？那这个李义忠就回答他，他说，哦，台湾人很讨厌他，很讨厌他，哦，如果你爱护陈仪的话，哦，不如让他赶快离开吧，哦，不如让他赶快离开。那之后呢，他就衔命跟陈立夫呢拟定了一个，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办法，哦，处理办法。那包括呢，这内容里头包括呢，把台湾省长官公署，哦，改制为台湾省政府，哦，台湾省政府。那省主席呢不兼警备总司令，哦，就是因为陈仪是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好，哦，是台湾省呢，就省政府主席不兼警备总司令，那省府各厅处呢，尽量启用台人。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台人被启用了，台人被启用是在蒋经国时代，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呢。但其实呢，在二八事件之后呢，根据这个李义忠对蒋中正的报告，他就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要尽量来启用各省政府委员呢，台湾省政府的委员啊，当时委员制嘛。各厅处的所长，还有不兼厅政委员呢，尽量启用台人。那县市长呢，要提前民选啊，当时县市长还是派任的嘛，提前民选。那同时呢，他也提到说，中央政府机关里面呢，台人外省人呢比例啊，不应该过度悬殊。所以其实呢，吹台青的政策呢，在蒋中正时代已经吹起了，只不过是呢，在蒋经国时代呢更有名而已啊。那在所以呢，二八事件里面呢，包括当时的蒋渭川被通缉，啊，蒋渭川被通缉，蒋渭川被通缉之后，李义忠正的蒋渭川呢，啊，是一个冤案，是一个冤案，所以呢，他就跟省主席魏道明商量，啊，所以呢，这个在李义忠还有邱念台啊聚宝啊聚宝，所以呢就撤销了蒋渭川的通缉，所以蒋渭川最后呢就没有被通缉啊，没有被通缉。那另外啊，廖建平的孙子，廖建平也是二八事件的一个受难人哈。啊，廖建平的孙子叫廖继斌啊，廖继斌他曾经见过陈仪，在廖继斌的回忆录里面讲啊，他说啊，陈仪弃职之后，陈仪离开之后呢，这个李义忠啊写一封信啊给这个组织部的陈立夫啊，组织部陈立夫，那希望呢为蒋渭川跟廖建平跟他的父亲廖建平来申冤。啊，但是呢，信写好之后，廖建平死掉了，所以呢，他最后呢，在信稿当中就把廖建平三个字划掉，啊，就只剩下替蒋渭川，替这个蒋渭川来申冤。那最后呢，国民政府决定了，蒋渭川要有人拒保，那他找谁拒保？他自己署名拒保，因为他建立的嘛，啊，另外又找了这个邱念台，啊，当时逢甲大学的创办人啊，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监察委员呢，啊，后来监察委员来台湾到这件事呢。这个李继忠啊，就被人家密告，说在接收日产的时候啊，李继忠在中间谋私利，所以李继忠啊，最后呢，有一点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有人告状，监察委员来查嘛，所以但是李继忠这个人哈，在当时在周志斗时代，确实是帮了周志斗不少忙，因为他当省党部第一任主委嘛。那周志斗当时我刚给各位谈到，在上一次的时候跟大家谈到。他找到中统啊，找军统啊的秘书长啊，所以他就想说，那要找个西西派的啊，西西派中统啊，所以他就找了李继忠的弟弟啊，李义忠的弟弟叫李继忠，哦，这个李继忠呢，就来担任这个当时宿迁委员会负责中兴新村的执行嘛，啊，就找了李继忠呢来担任这个总干事，那这个总干事呢其实是很大，为什么这个总干事呢？啊，他下面管建设厅厅长，管教育厅厅长，也就是在宿迁工作这个工作上啊，是由李继忠说了算啊，所以李继忠呢，也是算是西西派啊，算西西派。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给各位分享，跟各位分享。那在这个各方都具备，我们提到周志斗将军呢，他是非常有执行力。那他的前一任呢，这个严家淦先生呢，啊，他因为好好先生嘛，哈，好好先生。
所以各方都不得罪，所以后来张先生唐先生迁村之后呢，没有多久这个严家冠先生就去职了，去职之后在蒋夫人的保荐之下，就周至柔来担任这个主席。那周至柔就在这里头呢，他就做一个布局，布局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包括当时的省政委员，包括当时的建设厅长，包括当时的教育厅长，还有当时的这个他的书签委员会的总干事等等，还有省党部呢，就是已经布局好了。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中兴新村建设的执行者那这个周至柔将军到底怎么用什么方式，让这个规划好的中兴新村能够继续推动下去？谢谢大家收看。